同頭先完全唔同嘅。哇，真係大咗好多喎、啊！炎炎夏日同男朋友沙灘玩就最開心噶啦，但係我自己個胸咁平咧，我就有少少擔心，因為每次有啲大胸嘅女仔行過我哋咧，我都發現啊，我男朋友靜雞雞望住佢哋咯，所以我每次去沙灘之前咧，我都至少會同泳衣鋪買啲超好聽嘅泳衣，務求令自己有翻多啲自信啊。咁但係成功係真材實料，冇用噶嘛。我好想我男朋友嘅關注放翻喺我身上，所以咧我都決定好噶啦，我要去豐胸。我个 friend 介绍咗我哋谢允琪丰胸专门店，呢、这个疗程系由谢允琪小姐独家引入香港嘅，等我感受下佢30年嘅丰胸专家威力先。我而家就准备去试下佢哋个丰胸 treatment 啦，等我阵间同大家分享个效果系咪真系咁得先。我哋会开通咗背部12条胸神经线嘅穴位 T1-T12，采用先进日本仪器开通之后咧，反射嘅作用会刺激翻前面嘅胸线。承传自日本木村美树老师的独家丰胸技术，激活翻胸部5大穴位，如腹、中腹、渊翼、天溪、膻中，激活翻女性自身荷尔蒙，从而达至丰胸的效果噶。如果你都好想好似我咁，就快啲一齐嚟感受下呢个丰胸疗程的威力啦！